今天的新闻酱爆，今天是4月2号，我是今天的主播菲菲。好，我每次来直播我都会自带音效啊，欢迎大家加入我们今天的那个新闻酱爆哦。那我们今天的新闻酱爆呢，除了我们的这个重点新闻以外呢，我们今天的本日话题是一个比较勇敢逐梦的这一个部分，好不好？我们会邀请到我们来宾呢是这个声乐家 Eric， 他会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是如何这个一步一步朝着他的梦想前进，就是一个比较激励人心的故事。所以呢，如果各位观众或是各位读者们，你们现在有一些事情想要去完成的话呢，但是有点彷徨或是这个有点像是迷途的羔羊，可以来听听看 Eric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好吗？然后呢，我们今天的投票呢是这个比较有点敏感的话题，但是呢想要知道大家的想法是怎么样。今天的投票呢是你赞成关闭美墨边界，阻挡中美洲的非法移民北漂进入美国吗？没错，这是我们今天的这个投票。A 赞成，墨西哥呢如果不合作阻止这个非法移民北上呢，美国就要把它关闭边境。B 不赞成。关闭边境呢会造成严重的美国经济问题。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 follow 到这个新闻，就是呢就是最近有一些这个中美洲，在中南美洲有一些这个难民，他们就是要过来美国寻求庇护，所以呢他们就是直接从这个美墨边界走过来这样子。对，所以呢现在就是这个议题算是最近才发生的。然后今天的投票呢就是关于这个议题，大家可以想一下，然后我们在这个我们的本日话题结束以后呢会来看一下我们的今日投票。 Hello Hello， 欢迎大家加入哦，加入的朋友可以跟我说声好，我看到现在有8个人在看，好吗？来，那我们就进入今天的重点新闻咯。首先呢第一个新闻非常的可怕，如果你平常有在搭 Uber 的朋友麻烦要小心好吗？这个在这个South Carolina 这边呢，有一位女大生，她要叫 Uber， 结果搭错车，竟然遇害了，超可怕的。她是一个这个大四的女学生呢，她跟友人在夜店聚会结束以后，就是要搭 Uber 回家，结果她竟然误搭到一辆这个歹徒驾驶的车，之后就遇害了。我真的觉得超可怕的。这个我们根据监视器画面呢，警方是说这个21岁的女大生，她的名字叫做 Samantha， 她最后是出现在 Five Points 这个酒吧外面，就可能你知道周末跟朋友去小酌一下，然后她在3月29号的凌晨2点的时候有约 Uber 要去搭车，可是呢一直到早上就跟他同住的室友发现他都没有回去，所以就在当天的下午1点就赶快报警了。殊不知呢在报警的大概几个小时以后呢，在这个哥伦比亚市外就有猎人发现了 这位女大生的遗体。那警方呢也是很快的就取得这个监视器的画面，发现他是进入了一台黑色的 Chevrolet 这个车，对，所以就巡线呢逮捕到了这个凶嫌。那警方有在他的车上发现像是一些血迹啊，还有女大生的手机等等，然后在后车厢也发现了一些血迹。最后呢就把这个24岁的嫌犯，他叫做 Nathaniel Rowland， 指控他谋杀以及绑架罪逮捕。哦，真的很可怕。大家如果你们有这个搭 Uber 的话呢，因为 Uber 你现在可以看到那个 APP 上面，你可以看到这个车号以及它的车的颜色或是型号等等，所以呢不管你们是自己要搭或者是可能周末跟朋友小酌啊，出去朋友喝醉了要帮他叫车，都一定要认真的看一下这个车子跟 APP 上面是不是同一台车。我真的觉得这太可怕了，这真的太可怕了，好不好？大家搭 Uber 还是要小心一点的哟。来，再过来呢，第二则新闻呢，比较可以放松一点了。我昨天真的第一则就看到这个，我真的后面我真的看不下去。好好，我们第二则比较轻松一点好吗？大家应该知道这个恐龙灭绝，大家知道恐龙是怎么灭绝的吧？大家都知道这个是小行星撞地球导致
恐龙灭绝。那时候小行星呢是撞到在墨西哥地区的这个尤加丹半岛，然后呢因为那时候这个小行星据说是直径12公里哦，这个小行星这么大，然后直接撞到墨西哥的尤加丹半岛。撞击以后呢，可能像海里的一些鱼啊或是一些植物啊全部都跑上来，然后就跑到了距离3000公里外的这个美国中西部。对，因为为什么研究人员会知道呢？因为他们在这个化石，他们有发现化石，那这些化石里面呢，他找到一些玻璃的粒子，玻璃状的粒子，这个玻璃状的粒子是要有这种强大的撞击力才会产生的。那他们就是撞击以后可能是直接喷射到3000公里，或者是有这个海啸把这些植物还有鱼啊就是移到了陆地上，最后呢他们变成化石。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这个鱼，有看到吗？这个化石荧幕上面的这个画面呢是鲟鱼的化石，你还可以看到这个它的尾巴啊还有它的鳍的部分。那基本上呢那时候小行星呢撞地球算是就是让恐龙整个大灭绝，算是地球目前遭逢最严重的一次的灾难性的巨变。对，而且还摧毁了 地球上面大概有 75% 还有 80% 的动植物的物种，也导致了恐龙灭绝。所以呢这个我真的觉得考古学家也蛮厉害的，就是他们可以从一些很细微的很细微的证据，然后去找到这个以前到底是怎么导致恐龙灭绝的。所以呢我们帮考古学家拍拍手。 Hello Hello， 欢迎这个我们新进来的朋友哦，大家赶快坐好好吗？大家赶快坐好。来，第三则新闻，第三则新闻也是一则有趣的新闻，相信大家都已经有经历过这个小朋友拔牙齿的这个过程了不知道大家以前小时候是怎么拔牙齿的呢？我以前小时候呢没有什么，就直接妈妈就叫我安静，然后就直接拔。对，所以我就一直在旁边哭，因为妈妈又很凶。那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新闻呢，是这个有一个在我看一下，在宾州有一位男子，他叫做保罗，他之前在他的 Twitter 上面呢上传了一个影片，就是他用他的车子，他车子是一台 Tesla 哦 ，Tesla 可以靠这个 APP 来遥控的，然后呢，他是用这个他的 Tesla。绑了一条线，然后呢连接在他小女儿的这个乳牙上面，我们看到对已经准备好了，然后呢爸爸就用这个手机的 APP 遥控让车子前进，然后前进的同时呢也顺便就是拔了这个小女孩的乳牙。那虽然看到后面那个固定他头的应该是妈妈吧，然后对蛮可爱的，但是他就是完全过程当中完全没有哭或者是就是有挣扎什么的，就是对，非常非常有创意的一个拔法，怎么那么可爱？对，所以呢，如果大家有什么创意，有各种创意的拔牙齿的方法，也都可以留言跟我们说，好不好？我之前还有看过那种什么遥控车，就是把也是有点像玩具遥控车，或者是绑在门把上面，然后直接啪就对牙齿就下来了。对，所以呢，好不好？提供给大家，如果你家里有 Tesla 的这个读者朋友们，可以试试看，好吗？来，接下来呢，下一则新闻是关于我们的这个卫生的健康，卫生健康方面的新闻。请问大家，你们有没有在洗浴巾呢？你们有没有在洗浴巾？来，我们现在的有吗？多久洗一次？没有。Oh my god， 你好脏。好，来，大家有没有认真在洗浴巾？你们是一个月洗一次，还是一个礼拜洗一次，还是多久洗一次，还是都没有洗呢？洗这个不洗，直接擦完直接就久了就丢吗？专家建议我们2-3天其实就要洗一次哦，而且就是洗完以后其实是要拿去户外，就是让太阳稍微晒一下，有点算是半杀菌的效果。因为可能我相信很多朋友就是会觉得说，哎，洗完澡我就是已经很干净啦，所以我就浴巾擦一擦应该也是很干净吧。但是呢其实这个纽约大学医学院的微生物学家 Philip 他说呢，
其实你洗澡只是洗去身体上部分的细菌还有脏污，可是并不是全部的细菌都可以洗得掉哦。所以当你洗完澡就是拿浴巾擦身体，然后呢那个细菌又跑到了浴巾上面，然后浴巾你可能又掉在厕所里面，就比较潮湿这样子，所以其实也是非常容易滋生细菌的。建议还是2到3天呢要洗一次浴巾，然后拿到外面把它晒干这样子。我知道大家家里都有烘衣机，但是呢好不好，为了你的这个不要这个感染或是有一些细菌的滋生呢，还是要拿到户外晒一晒比较好。其实一般人应该是不太会因为就是脏浴巾感染一些疾病，可是你如果是身体上有伤口，或是你有一些湿疹啊、起疹子等等，是非常有可能就是因为这样子而加重你的感染。而且呢，也是建议大家这个浴巾要用自己的，是不要跟他人一起共用。对，所以呢，好不好？大家从今天开始，今天看完这则新闻，回去就要洗浴巾了，好吗？我今天也要回去洗浴巾。来，我们下一则新闻呢，我来看一下哦。下一则新闻呢，大家喜欢喝咖啡吗？你们看菲菲这里也有一杯咖啡哦。嗯，研究指出呢，其实我们好像不用真的喝咖啡，我们只要看到这个类似咖啡或是让我们联想到咖啡的一些提示呢，你的大脑就会突然清醒。就是有时候你可能就是有点想喝咖啡，可是如果你是孕妇啊，或者是你是很容易会睡不着觉等等，你又不能因为这个咖啡因摄取过多，所以呢就是会对身体不好等等。在这个多伦多大学的研究呢，他们显示说，其实我们只要看到一些类似咖啡或是提醒我们要喝咖啡的东西，就可以让我们的思考比较专注，而且呢整个人会比较警觉哦。在这个研究里面呢，他们是有找来这个在西方文化跟东方文化成长的参与者，然后他们还比较了说，就是咖啡的效果跟看到茶的效果哪一个比较好。结果发现呢，这个以咖啡为实验组的这一组的研究人员呢，他们发现这些人他们看到咖啡以后比较容易会有这个警觉感，然后感知的时间呢也会比较短，就是可以更快速的反应就对了。那基本上呢，你光是思考咖啡或是想到咖啡也可以提高参与者的心率，就是他的心跳的速度这样子。那基本上呢，西方文化的人呢也比较明显，因为可能西方人比较常就是早上来喝杯咖啡啊什么的，那在东方文化呢比较没有这么明显，所以呢我觉得蛮有趣的。所以他说咖啡还可以提高你分析以及推理的能力，因为他们那时候做实验是有用老鼠，然后发现就是用老鼠去闻咖啡的味道，可以启动老鼠的大脑。所以好不好，如果大家这个觉得今天不能喝咖啡，你可以闻一闻咖啡，或是看一下咖啡，或者是手机的桌布换成咖啡豆都可以，可能会让你的这个思绪比较清楚一点。 OK， 好的，那接下来呢，下一则新闻是关于我们教育的议题。你看我们本日新闻是不是也有社会新闻，也有健康的新闻，也有关于饮食方面的，接下来呢是教育类的。研究指出，小朋友小孩子容易患上精神病好像是跟父母有关哦。怎么说呢，这个在英国呢，他们做了这个研究，有10个小孩里面就有一个患有精神疾病，而且呢是在中产家庭的儿童的这个中产家庭的儿童患病人数是一般比较贫穷穷苦人家的2倍。所以其实这个实验告诉我们，就是你的精神疾病跟你的物质生活是不是满足好像关系不是很大这样子，而是呢过度保护以及控制孩子的父母才是主因。这种父母呢有一个给他一个名词叫做直升机父母。直升机父母通常都是来自这个中产阶级，可能就是小康的家庭，没有到非常有钱，但是也不是说就是非常贫苦这样子。
因为根本的原因可能是因为爸爸妈妈小时候比较贫苦，然后靠着自己的努力变得比较小康一点，所以呢当他们有小孩以后就寄予小孩非常高的期望，以及给他们一些过度的压力这样子。对，这些父母是统称为直升机父母哦。那这个研究指出呢，当父母过度参与孩子的一些活动或是人际发展的关系的时候，就会让孩子比较消极化。但是如果是父母是比较主动的提出一些支持啊，或是孩子有要求的时候才会提出，而不是强硬的去介入，会让他的人际关系以及那个性格发展比较积极化一点。对，所以呢建议各位家长们好不好，我知道每个人可能都有每个人教育小孩的方式，但是呢我们还是不能过度插手啦，因为毕竟他们长大以后也是会有自己的生活。其实我蛮推荐大家去看一本书的， 这本书叫做被讨厌的勇气，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就是它里面有提到这个人际关系其实是要横向关系的经营。对，那这边就不多说了，大家可以去自己看一下好吗？所以呢好不好，如果大家家里有小朋友的话呢，还是给他多一点空间去发展出他的人格，不要犯罪就好了，不要犯罪就好。来，接下来呢最后一则新闻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个 Santa Anita Park 又有活动了，就是在本周六4月6号有这个 Dirt by Day 5K 马拉松。没错，大家现在看到就是在我们的这个 Santa Anita Park， 它 这一次的今年的马拉松呢，它比较特别的地方就是它的路线会经过这个植物园，然后还有 Santa Anita 那边的赛马场，所以呢你们就是边跑可以边欣赏风景的意思啦。对，而且呢更棒的是你在比赛以后旁边还有这个 beer garden 可以去喝一杯清凉的啤酒。现在就是天气真的越来越热，如果大家有去跑马拉松的话呢好不好，但还是要喝水的啊，不能只喝啤酒哦，还是要喝水，补充一些水分，不然你等下直接倒在路边这个也是很麻烦。对，那如果就是家长想要带小朋友一起去的话呢，他其实是有这个短程的马拉松，所以如果家里有小朋友的话还可以去报名比较短程的这个。那跑完的选手呢你就可以得到他的这个奖牌，还有 T-shirt， 还有礼物包。没错，觉得大家可以去，如果这个周六这个周末不知道要去哪里的话，可以去这边走一走好吗？好的，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重点新闻。我们接下来呢要放一段影片，如果你们现在中午正在看的朋友，在吃饭的先暂停一下，我怕你们等下呛到好吗。我们现在要进入我们的忍笑大挑战的影片。哦、
迎回来，不知道大家刚刚这个忍笑大挑战有没有成功的忍住呢？如果你有成功的忍住呢，很好，好不好？我们接下来要进入我们的本日热门话题了。我们今天的这个人物专访呢，要邀请到的是这个声乐家 Eric。Eric 呢，他哦，我们今天顺便要跟大家讲一下，我们今天是采用这个连线的方式哦，因为 Eric 他是住在 Eric 帮我们把电脑的声音关小一点，因为我一直听到我自己在说话。对， Eric 是住在纽约，所以我们今天是用连线的方式会跟他做进行采访。那其实 Eric 呢，他是一位声乐家，然后他是一个资深的篮球迷。就在今年呢，他有在这个巫师队的主场来唱了国歌。那虽然说 Eric 他没有成为一个篮球员，但是呢，他用他的这个音乐的专长呢，来完成他的篮球梦。所以呢，今天就要跟大家分享这个 Eric 是如何追梦的，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他的故事。欢迎 Eric。嗨，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歌剧演员 Eric。Hello， 欢迎 Eric， 你好。嗨。来，主持人菲菲您好。那我们可能大家这个不认识 Eric， 会对 Eric 很好奇，所以呢，我们先让 Eric 自己自我介绍一下，看你的唱歌经历啊，以及就是因为你说你现在是唱歌剧的嘛，就是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歌剧的这样？我其实是大学的时候才开始接触歌剧，我从小就很喜欢唱歌，应该跟大部分人都一样，我很喜欢唱歌。那我刚到国外的时候呢，我高中移民到美国。我刚到国外的时候，我忍受了很巨大的寂寞，还有不适应感，所以我把我所有的情绪全部都排遣在音乐上面了。之后我到加州去读大学，然后我到加州读大学的时候，我看了美国大学生表演的音乐剧，还有他们的音乐会，我就深深的震撼。我想说，美国的大学生怎么可以把音乐剧唱得这么专业又这么好看？我当时就很疯狂，很渴望的想要成为他们的一份子。我开始努力学习百老汇音乐剧，后来我又转型变成了歌剧演员，我又开始接受古典美声的训练。所以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决定我要成为一个专业的歌剧演员。所以是大学的时候才开启了你的这个开关吗？对，严格的说，我确实是大学才开始接受最正统的古典美声的训练。那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之前在这个 Regina Opera 的这个歌剧演出的经验，或是有什么印象深刻的事这样子？Regina Opera Company 是在布鲁克林的一个歌剧团，它是我到纽约来，我从大概一年半以前我到纽约来，我录取的第一个歌剧团。我刚到纽约非常彷徨，觉得我不知道有没有能力可以在这个所有音乐精英集中的地方生存下去。后来我进了这个歌剧团之后，那是当时我进了他们的蝴蝶夫人，还有后来我又跟着接着演阿依达。这是我第一次就知道说我有这个能力可以在纽约的这个表演界来发展。所以他对我来说也是意义蛮重大的一个剧团。所以是面试，算是面试这样子进去的吗？对，每个要进去的人都要经过甄选。那就是因为刚刚前面有提到你就是有在这个今年一月底的时候有在巫师队的主场唱国歌这样，那是什么时候？就是这个是怎么开始的？怎么开始这一个就是想要在 NBA 的篮球场上面唱国歌的这个契机？因为就像刚才有说，我从小就是一个篮球迷。那对，然后 NBA 对我来说，这个职业运动联盟对我来说也是意义非常重大，因为它等于是几乎是我童年的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对，在我大学的时候主修声乐表演，我那时候就想说，我可以用我自己的音乐专长来完成我儿时的篮球梦想。我经过甄选之后呢，我就为学校 NCAA 的篮球赛演唱国歌，我帮两场篮球赛演唱国歌，还有一场棒球赛。那既然有了这学校里面的，对、oh, okay. 我们学校的，那想说既然有这次经验，那 NCAA 的更上一层当然就是 NBA 了。所以呢，我在大学的时候，我又尝试着要参加湖人队和快艇队的甄选。我虽然有跟球队有联系，可是呢，他们都没有选我，我也没有得到回应。一直到过了很多年，我到纽约之后，才得到这个华盛顿巫师队
他们选我去唱。所以你那时候是像是寄信去吗？或是就是寄影片之类这种的，就是用什么方法跟他们联系的这样？我当时在洛杉矶的时候，我有跟湖人队的这个他们管理这一部分的，有做过联，他们的管理人有做过联系，他们我就直接打电话过去，然后有跟他通过电话，可是他们我寄我的影片过去，可是都没有得到，他们之后就没有得到回应了。对，那我到纽约之后呢，我之前跟这个台湾的篮球杂志有一点联系，他们也建议我说我可以就毛遂自荐给 NBA 的球队，我把我的履历还有我在 NCAA 演唱的影片呢，我寄给很多 NBA 球队，几乎超过一半的球队我都寄过了。有些球队呢网络上面有资料，有些是我要自己去想办法找人买出来。后来是在我一个在华盛顿的朋友，他也算是做运动这个方面的这个产业，他就有在巫师队有认识的工作人员，他为我牵线，之后才得到这个机会。哦，所以像就是你联络你朋友，然后再请他去跟这个巫师队联系，这样中间大概过了多久？过了多久？可能其实不久，一两个月就有结果了。我是透过我朋友把我的资料寄给巫师队的工作人员，后来巫师队工作人员就直接联系给我了。那你那时候当下就是受到他们的这个回复邀请的时候，你有什么感觉？哦，我那时候非常高兴。我记得我那个时候正在买中餐，我在路上买中餐，然后我那时候无聊拿手机出来看我的 email，然后我就看到巫师队给我的通知，他们请我在1月30号那天去唱巫师队六马的那个比赛的开赛国歌。我那时候我很高兴，我就在路上一直笑，我对那个买那个卖中餐的人一直笑，我对我的同事一直笑，然后马上发 line 给我爸爸妈妈，我爸妈都在台湾，还有我姐，我姐在旧金山，我就发到我家的族群里面去，跟他说巫师队选我了。然后之后整个一个礼拜，我还是不敢相信巫师真的选我，我要去 NBA 的赛场唱国歌了。那你当天就是当天踏进这个那个球场的时候，有什么？就是心情上面有什么波折吗？或是什么高潮起伏这样？老实讲，我当天刚进入球场的时候，我其实蛮害怕的。我自以为我是一个见过大风大浪的人，因为我有很多表演经验。对啊，你唱了这么多歌剧的部分，歌剧人也很多哎、欸。但是我当时踏进球场，我以前看球赛只能从观众席进去，但我第一次从他们媒体室的那个入口进去的时候，我看到媒体的休息室，我看到球员的休息室，我看到贵宾席，然后我踏上球场之后，我又看到这个他们这个庞大的球团，巫师庞大的球团，庞大的媒体，我当时是确实有点害怕，我没有经历过那种场面，我那时候就胡思乱想，想说如果我没有表现好会怎么样？因为国歌呢，美国国歌是一个全美国几乎每个人都会唱的歌，所以我的表现 ，it has to be perfect， 我一定要唱的没有任何的瑕疵。如果我犯一点点错误的话，那所例如我要是忘词还是什么，所有人都会听得出来。你之前为了这个，你准备了多久，或是在练了多久这样子？练了多久？就是一首国歌而已。啊、我在大学的时候唱，我就是每天把自己的状况这个保持好，就是这样子。哦，那你觉得像你唱 NBA 这个，跟你之前在这个大学就是 NCAA 的球赛演唱的感觉有什么不同吗？有什么不同？基本上是差不多，只是大学篮球赛，大学篮球赛没有那么多观众，也没有媒体，也没有那么大的球团。那在 NBA 的球场，当然就是像大学的大概放大十倍的那种感觉。那站在 NBA 球场的中间，那个感觉蛮酷的。因为我唱国歌的时候，我觉得哇，所有再怎么强大、再怎么厉害的 NBA 球员，他们全部都要立正站好听我唱国歌。对啊，那一个 NBA 的球员在场上比赛的时候，起码还有另外9个队友分散观众注意力。可是我唱国歌的时候，我知道全场20000个观众，每个眼睛都是盯着我一个人。这感觉是虽然紧张，但是也是非常奇妙，我非常享受的一个感觉。那你自己为你自己当天的演唱评一个分数，你觉得你表现的如何？我觉得我表现，如果1到10的话，我给自己大概8分，甚至可以说9分。那这样很好啊，我还算挺满意我当天的表演。这样很好，这样你就是表示你台风很稳。对，我当时是，我之后我对我表现还挺，算挺满意的。
我现在唱歌的方法跟以前大学也是已经不太一样了。哦，就是有这个 日渐进步 的这个部分。嗯，好，对啊。那我们呢现在要来先进一段广告。那我知道大家可能就是如果有观众是在对这种唱歌方面有兴趣的啊，或者是就是这个 Eric 他是声乐家嘛，他是如何这个照顾或者保养自己的喉咙等等，有兴趣的话呢，我们下半场再回来。那我们就现在先进个广告咯。好的，继续我们的下半场本日的热门话题，我们要继续跟 Eric 来聊一下他在他的这个唱歌生涯里面呢站上了 NBA 的舞台，然后完成了他的这个篮球梦，算是比较另类的篮球梦。那我们现在 Eric 还在线上对吗？有，还在线上。对，你好主持人，你好。对，那像刚刚有提到，就是你当天去看到这么多就庞大的媒体啊，然后就是各种球员，就是 VIP 贵宾等等等。那你当天试音的时候，就是你自己觉得你的心情或者说表现上面一切都 OK 吗？当初巫师队他们通知我提早比赛前3个小时去试音。那我试音的时候我非常紧张，因为我那个时候看到那个场面，球团还有那个媒体，我很紧张。然后我当时试音的时候，那时候观众还没有入场，我就站在巫师队的前面，他们在前面练球，我在那边试音。我想说如果我试音的时候如果唱得不好的话，那可能现场演唱得不会好。在场边嘛，那个时候是在场边是吗？那个时候是在场中央，我已经在场中 央了。对啊，只是观众还没有进场，可是球队都已经进来练球了。那我那时候试音确实不太顺利，我唱的太慢了，然后觉得有点紧张，然后我那个时候甚至我试音完之后，我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没有这个承受这种场面的这种能力。可是到时候我感觉，对，我想说我到时候会不会怯场？我觉得我试音的时候好像真的怯场了，真的。所以你那时候试音，你并没有觉得自己的表现是就是水准之上这样？对，我当时试音的时候。真的不在我水准之上，所以你试完音到后台去就又一直苦练，是不是？可能又也没有苦再加强了一下这样子啊。对，我让我自己心情稍微平复一点，这样到时候现场表演比较不会紧张。所以那你正式就是真正上台，那主持人介绍你出场那时候，你那时候当下有紧张吗？还是觉得比试音的时候好了？这个让我蛮惊讶，是我正式演唱的时候。顺利非常多，就反而我正式演唱，紧张。对，我正式演唱反而没有试音的时候紧张。我大概唱了两句以后呢，所有紧张的感觉都不见，我就觉得我只是好享受，好享受，就变成一种享受舞台的感觉。我之后就是享受舞台，然后唱完下台之后，我就觉得我一定这一辈子要做这一行，我非常非常享受在台上表演的感觉。真的，我相信这个表演者真的是舞台上的。
成就感吧，就是很大的一个成就感这样子。那你看，真的，那你现在，那我们来，可以来为我们观众演唱一段吗？可以吗？观众演唱一段，因为你的这个影片是可以在 YouTube 上面找到的，对吗？是的，我的影片可以在我的 YouTube 频道上面找到。但是我们直播就是这么有趣，我们就是要直接来唱，好吧 ？Eric， 你今天嗓子还 OK 吗？你觉得你今天嗓子 OK 吗？其实我今天有点突然，我没有开嗓，不然我还原一下当天。好啊，好啊，好啊，当天演唱的时候，我们在我们美国的球赛开场前唱的美国国歌都是清唱比较多，通常歌手都是清唱，然后我们会用一个这个叫做 pitch pipe 这东西，我们吹一下，然后找到我们的那个琴，然后 Oh say can you see by the dawn's early light what so proudly we hailedAt the twilight's last gleaming, whose broad stripes and bright stars through the perilous fight, o'er the ramparts we watched, was so gallantly streaming.And the rocket's red glare, the bombs bursting in air, gave proof through the night that our flag was still there. Oh, say does that star-spangled banner yet wave?For the land of the free and the home of the brave. 哇，好厉害哦！不好意思，主播会讲太大声，我是打从心底真正的赞叹，很好，而且你还没有发声，你还可以唱这样，真的是很厉害哎。真的、哦、真的吗？真的謝謝真的，你们刚观众，你们有认真听吗？他刚刚真的是声音超级洪亮的，真的是非常洪亮。那你平常因为你要常常唱歌嘛，那你要怎么就是你声音就是要怎么练，或者是你平常都是怎么保养你的喉咙、你的嗓子？这个其实没有保养嗓子，其实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难。我平常会做一些运动，例如像打篮球、踩脚踏车，然后我偶尔还会游泳。但是练习肺活量最主要的方法还是就是定期的跟声乐老师上课，我们在上课的时候会做很多发声练习，然后回家就固定练习老师给的发声练习，然后平常要保养，要小心注意自己的这个声音，要保养好。可以示范一下你的发声练习，大概就是一小段或是一小部分要怎么发声练习？很多种，可是如果像最基本的就是哦哦哦哦哦哦，类似这样子，然后越唱越高哦， oh. 还有蛮多种的，但是这是最基本的，就是大概像这样子，真的很酷哎！我们观众，因为我之前呢，也有一度很想要练唱歌，但是我真的觉得我。中气不足，我是一个中气不足的主播。好，我们那个，那我们 Eric， 你有一些像是 Facebook 或是 Instagram 之类的那个可以跟我们分享吗？就如果观众他们在唱歌上面有一些想要跟你交流的啊，去你的 YouTube 频道是不是也可以？是吗？是的，可以到我的 YouTube 频道、或者是你如果要搜寻我的话，你可以搜寻我的名字 Eric， 然后中间加一个 SF， 然后我姓林 LIN。如果观众有什么任何问题的话，就是、我们现在那个画面上的这个名字嘛，对吗？对，这个名字。那你看你现在接下来就是完成了你的这个在篮球场唱歌的这个目标，那你有没有下一个你想要更想做的事情，或者你新的这个方向这样？有。这样子说，在 NBA 球赛唱过歌确实是我人生中的一个很大的梦想，但这毕竟不是一个职业生涯，因为没有人的职业生涯是在球赛唱过歌。我是一个歌剧演员，然后我是学音乐剧出来的、我的人生最大的一个目标是进入歌剧魅影的剧团。歌剧魅影、
歌剧魅影是我从小到大最喜欢最着迷的音乐剧，我高中每天都在听歌剧魅影，所以如果有朝一日我可以亲自进去演的话，那会是我人生中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有巨大意义的一件事情。所以我现在人住在纽约，我每次经过时代广场的时候，我都会绕到歌剧魅影的剧院前面去，我看一下他们的海报，看一下大门，然后提醒自己要继续努力的往目标前进。所以像他们，像这种歌剧魅影他们的剧场，他们也是会类似说可能一年举办一次面试这种的吗？这个如果唱到像百老汇那个等级就更复杂了。如果要到百老汇的剧团去表演的话，首先要先进入演员工会。演员工会呢、演员工在百老汇的剧团表演一定要先进入演员工会，你才能参加试镜。那当然百老汇剧团没有这么容易进，百老汇就像是篮球员想要打 NBA 一样，就像等于是世界篮球的 NBA 是最高等级这样、对，等于说是全世界最顶尖的地方，也最难进去的地方。那他们每半年都会参加一次试镜，但是海选的过程中真的可以透过试镜而进去剧团的人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少。就全世界的海选，他们的海选是那种 全球性的，也不算全球性，通常巡回表演是全球性的，比较常会有全球性、但是在百老汇那条街上的那个剧团，那是最难，那是比巡回还要更难进去的。他们会每半年会举办一次这个让演员工会的成员去参加试镜、这也算等于算是海选。那你现在加入了演员工会了吗？我目前没有加入演员工会，我现在目前我的目标是我打算要朝另外一个歌剧的工会去那边发展，我可能是会往那个方向走，他跟演员工会属于算是姐妹工会。那除了像 NBA 以外，你目前在唱歌剧，你有没有哪一场比较让你印象深刻的演出？让我印象深刻演出应该是说我在加州州立大学北岭分校我演的第一出音乐剧，我们当时演的叫做那出是 Ragtime，中文翻译是爵士年华、那个我对啊，那是我第一次体验到美国的大学可以有这么完善的这个舞台啊，还有设备，这是我在台湾没有体验过。那时候你是观众还是你也是就是那个歌剧里面的其中一员这样？我是其中一员，那是我在大学时录取的第一出音乐剧、所以一直让你印象深刻到现在耶。对，那是我印象非常深刻的，因为我体验到了美国大学对于这个表演行业的重视，还有那庞大的这个学校里面的剧团跟经费。那你现在是有在纽约那边是有像在任教吗？或者是就是教一些唱歌或是教学生有吗？有，在我没有表演的时候呢，我在纽约的音乐教室，我周末在纽约的音乐教室里面我教学声乐还有钢琴，然后还有百老汇音乐剧。那我周礼拜一到礼拜四的时候，我早上是在一个纽约的一个 preschool， 也就是例如像是幼稚园那样教小朋友唱歌跳舞。好，那所以那你有去像那个一些大学，就像纽约那边的大学，你有去看过他们的就是演出吗？就跟你之前一刚开始不是在加州这边吗？对吗？是，对。那你有去看过纽约那边的学校他们的音乐的公演或是那种舞台吗？纽约大学的公演我到现在其实还没有看过，因为纽约的剧团实在太多了，有很多非常非常顶尖，对啊，很多专业的剧团可以看。那当然如果有机会我也是会很有兴趣去看一下纽约这边大学的这个表演，可以比较一下跟当时加州大学有什么不一样。就真的很酷哎、欸！就而且没有，因为我看到你的故事以后，我是觉得说你真的是一个素人，然后就站上了。不好意思、喔，我这样讲好像没有，我一直说就是你就是也不是讲素人，就是一个平凡的，就像我们身边的朋友这样子。可是就最后靠着自己的努力，以及就是很认真的去认识、接触音乐这个领域啦，然后就是。站到了 NBA 的舞台，对，谢谢。我觉得应该是对我们读者，应该算是有蛮大的启发。我也不知道，我这个人是觉得蛮厉害的。那如果我们现在就是有读者，他有这个追梦，有想要朝有梦想的人，你有没有什么鼓励的话要送给我们读者的？这个。
如果我说一些要努力或者是要自信这种老套的话，可能也没有什么兴趣听。那我跟大家分享一个我在分享一个我在音乐表演界多年的一个体会。如果我真的很想得到一个机会，我会尝试，我会愿意花不惜一切代价尝试100个方法去得到它，就算其中有99个方法都是没有用的，但只要那一个方法就像中乐透一样突然得到一个方法成功的话，那就会得到那个机会了。举例来说，我今天如果很想加入一个很顶尖的剧团，我就会直接找到那个制作人，我直接写信给他毛遂自荐。我知道这么做通常都是没有用的，通常制作人也不会理我，觉得我是好像是去乱的嘛，还怎样。但只要一直尝试，突然有那么一个机会被我看中，例如可能那个剧团正在缺人，正在找人，或者是那个制作人正在找缺我这个型的演员，那我就会得到那个机会。所以如果你有一个很远大看似好像好高骛远的梦想，先想办法把它分成一个小小的步骤，然后再一步步一个去完成它。最重要的就是不要怕失败，要习惯失败。好的，好激励人心哦，大家拍手啊！谢谢 Eric。其实我大概也有，也不能这样讲，因为呢，其实像我自己呢，我跟顺便跟观众分享一点，我大概也是其实是像 Eric 这样子的一个想法，因为像我以前呢，就是没有接触过媒体业，就像现在我们这个主播算是比较媒体业的嘛，然后呢，那时候我就看到了这个我们的 Wacow 呢在寻求主播，其实我一刚开始也是非常害怕的，因为呢，我就是一个非常这个就是没有就是会比较胆小一点的人啦，虽然说我看起来比较侃侃而谈，但是呢其实我是算比较胆小的人，但是我还是把握住了这个机会，就自己一个人来面试的，然后面试那天真的是非常紧张，但是呢真的是勇于踏出那一步，你们看你们现在就可以看到我，对不对？就是这样子。好的，那我们就谢谢 Eric 今天来跟我们分享，谢谢你。那如果大家也非常这个非常谢谢主持人，要去追踪 Eric 或是看他更多的作品的话呢，就是也可以搜寻他的 YouTube， 对吗？是叫 YouTube 的名字也是跟你的这个名字一样，对吗？对，你从 YouTube 这个名字可以搜寻到我的 YouTube 频道。哦，好的，好，那我们也会放在我们这个直播的资讯栏里面。那我们就谢谢 Eric 今天来咯。好，那非常谢谢主持人。也是哦，网友有问吗？我今天这边都没有跑出留言，怎么会这样？哦，有了，好，网友有问题。对，说唱歌剧时中文会不会比英文难唱 ？Eric 有听到吗？他说唱歌剧的时候，中文会比英文难唱吗？中文会不会比英文难唱？我目前还没有唱过中文的歌剧，我不晓得。可是如果就是单纯以唱歌的话，中文和英文，说到歌唱技巧，这可以讲很久，因为这是我的专业。但是呢？有一个技巧跟你们分享一下，在唱歌的时候，我们的声音大部分的声音都是来自于那个字的母音，像英文就是 A E I O U， 就是 R E U A O。那中文的话呢，就是注音符号的最下面那个符号。那不管是中文还是英文，只要你那个母音唱得够响亮、够大、够清楚的话，你的声音就会好听。这是歌唱基础入门。哎，观众有没有长知识啊？这个我自己也不知道哎，因为我只是觉得就他们都可以发出一些很洪亮的声音，原来是要掌握这个母音的部分是吗？掌握母音的部分。对，掌握母音的部分。哦，当然我们唱歌剧、古典美声跟唱流行歌是差很多的。可是如果是一个基础的入门的这个发音的这个练习，基本上是差不多的。好的，那你可以示范一下吗？你可以示范，就是可能唱一小段你之前有唱过的。不好意思，请您再说一次，听不清楚。我说，有断掉是不是？我说你可以示范一下，可能就是怎么唱，或是你之前你唱一小段你之前有唱过的这样，中文跟英文都可以。那我可以建议大家看一个很有名的歌剧音乐剧演员，叫做 Michael Crawford， 他是百老汇第一个演歌剧魅影的人。他在唱歌剧魅影的时候，他把母音唱得非常的肥，像这样子 ，Nighttime sharpens heightens each sensation。他把这个母音唱得肥，非常大，非常肥，好像他把所有的感情透注入在这个母音里面，这是让唱歌更有。更洪亮也更有感情的一个方法。哦，
中文的有吗？中文的 有办法用这种技巧示范看看吗？因为中文的歌剧音乐还有中文的音乐剧跟歌剧我没有接触过。那如果中文就可能要听听流行歌，但是流行歌的发音方法可能又不太一样了。跟歌剧又不一样。嗯，对，这肯定要请教比较专业的这个流行歌的这个歌唱老师。好的，那没关系，反正那个我们 Eric 他是有联络的这个平台，还有 YouTube 频道，大家如果有什么想要去跟他交流，或者在听听他这个悦耳的美声呢，都可以往那边前进。那我们今天呢，就谢谢 Eric 来跟我们这个采访，让我们访问，谢谢你。那好，也谢谢主持人。好的，那我们接下来呢就要来休息一下，看一段新电影的预告，待会就要来跟大家进行每日的好物喽。Imagine if, for the first time, our heroes all lost. What the hell is happening? I don't feel so good. Oh, I'll hold on. This is no place to die. Thanos had his way, and half of the population of the universe has gone.Everyone's doing their best to keep their head above water, but it's kind of a losing battle. We lost, and we're not used to losing. People are kind of still coming to grips with it. Natasha is a little bit hardened from what she's had to go through. They've truly leveled us, not just literally, but morally and emotionally. There was no other way.The fans' reaction to the end of Infinity War, when half their favorite characters turned to dust, really was indicative of how emotionally connected the world has gotten to these characters. I don't want to go. I don't want to go. The good thing is it's always easier to build people back up after they've been broken down. Man, that's what Marvel's great at doing. It's that shred of hope everyone's looking for. We're in the endgame now. I know I said no more surprises, but...I was really hoping to pull off one last one. I like this one.回来，我们今天的每日好物非常大一份，你如果现在是中餐准备要吃中餐的观众们呢，可以看一下我们今天要介绍的是噔噔懒人火锅。大家知道这个懒人火锅吗？这个就是有点类似泡面的概念，但是呢非常大一碗，而且可以吃到，据说是可以吃到真的热腾腾的火锅。对，它叫做酸萝卜老鸭汤。有观众有吃过这个吗？等一下，我现在都没有看到大家的留言。有看到了，好不好？今天要来开箱的就是这个主播还没有吃饭，所以呢我们可以来开箱一下这个呢，应该是华人超市都可以买得到。然后呢我们现在就直接把它打开了。那我们要这一机吗？哪一机？哪一机？我们的导播可以帮我们特写一下，特写一下。好的，好的。对，它的包装就是这样子。然后呢，这个拿出来，先放在旁边，大家认明哦。酸萝卜老鸭汤，好吗？这个好像其实有蛮多不同的，有什么麻辣锅啊、麻辣烫等等。没有打广告哦。哦，没有打广告的，我只是跟你们说这个是对，今天是试吃而已，今天试吃。然后呢我自己本人是完全没有吃过这个，然后我有看过别人分享，所以呢今天就跟菲菲一起来开箱。噔噔，它这个打开以后就是里面会有一些料理包，就是这个料理包，然后这好像是就一个酱吧，对，一个酱。然后呢哦，下面还有，哎，你们看到吗？拿起来下面还有哦，我看一下这是什么，酸萝卜鸭肉，这个应该是肉包。然后呢这个是菜包，一些干燥的蔬菜还有葱。然后呢这个很重要，它是发热包，不能吃的哦，这不能吃的哦，好不好？使用方法呢，撕开塑料后立即使用。 OK，
好，那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它其实里面就是这些东西，然后好，我移过来一点，然后呢，这个呢就是外锅，就是这个是要放加热的，就是这个料理这个发热包用的。然后呢，这是内锅，所以内锅就是要把所有的食材都加进去。那我们先加内锅好了，我们现在先把，那、哦、我们今天看到的这里面是米粉哎、欸，它是粉丝，它不是面哎、欸，它是粉丝。对，就先把干的料全部加进去内锅，不要加错哦，它这是有一个内锅一个外锅哦，内锅是小的这一个，好的，然后还有这个是酱包吧，是酱包哦，看起来好像不错，我们先加一些固体的料好了，然后液体的料待会再倒进去，好的，全部加进去就对了，全部加进去。全部加进去，然后这个加肉包哎、欸，这里面好像是真的有，就是肉哦，所以呢，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好，我把它剪开，有对角吗？好，剪开哦，会不会喷出来？哦，哇，看一下哦，我真的是第一次吃这个哎、欸，这样做法是对的吗？好香哦。非常的香，哎、欸，这一打开就有味道了。它应该就是已经熟的，只是要把它加热一下。对，它是哇，超多鸭肉，你没有看到吗？肉好多，还有萝卜，这个是萝卜，白色这是萝卜，然后还有一些肉。好，这个也是先放旁边，然后这个似乎是酱包，可能是会辣的哦，因为今天我看那个。闻到味道了，对，很香，真的很像泡面的味道。我看一下，好方便，超方便的、啊。哎、欸，这种东西真的是你可以带出去野餐的、欸，哎，就是野餐你就不用带这么多各种东西，你就可以带一碗这个，然后可能对，然后可能再带一个可能一些水果什么，水果就可以放在这种保鲜盒里面比较方便。对啊，哎、欸，这真的蛮不错的。有我怕有垃圾袋，要不要给它垫一下？好，我大概放这里。好的，好，我们内锅放好了，内锅的东西我把它放平一点，让大家看一下。哦，没错，就是长这样。好，然后呢，内锅的部分呢，哎，这是这边大家听清楚喽，内锅的部分呢，可以加热水，也可以加冷水，就是食物的部分可以加冷水，也可以加热水。那我们先加。我们先放外锅好了，然后等一下这个放进去。好。这个发热包的部分呢，是放在外锅的哦，然后它只能放冷水，非常重要，只能放冷水，基本上打开以后就马上放进去。好的，那我们现在来加水。那通常是建议大家可以就加饮用水，就是说矿泉水或是可以喝的，已经可以喝的水这样子。好，然后这是冷水，我们现在就把它加进去，它待会似乎就会开始发热了啊！我也不知道，我只有在电脑上面就是一些影片看人家分享，所以其实我不太知道这会变成什么样子。没关系，今天就是跟大家一起好吗？希望可以成功。这样子会不会太少啊？我看一下哦，好像可以再多放一点点，再多放一点点好了。好的，这样子 ，OK。好，那我们现在内锅要放进来咯，这个外锅有开始在发热了吗？好像没有这么快，因为它要等15分钟，所以呢，我们现在把这个内锅放进来。好，然后呢，内锅的部分呢，你可以放温水。那因为我想说今天就是我们试吃嘛，我们时间要把握，所以呢，今天内锅的部分你也是可以放冷水的，因为它下面的发热包会非常的热，但是因为今天我们时间要快一点，所以呢，我们用温水的部分来放在内锅。哦，看起来真的好像泡面哦。好，大概放个8分满吧，8分满、9分满，然后就盖起来等。对呀，我把这个米线放进去一点，大家有看到吗？有看到吗？米线放进去一点。好，有开始热的吗？怎么都还没有感觉？哎，好像有哎。好，我先把它盖起来。这个要等15分钟。哎，有吗？有吗？有吗？没有，因为我也是第一次
吃这个，所以觉得蛮有趣。有观众有吃过的，可以跟我分享一下，我这样子做是对的吗？应该是吧，我就是照它的这个说明步骤，因为它的这个外包装上面呢，它下面是有写，就是你要如何制作这个懒人火锅。有哎、欸，你们有听到吗？收音收得到吗？有，收得到。我是不是加太多水了？在滚哎、欸！听到吗？你没有听到吗？对不起。哇、wow, ，This is amazing. This is amazing. 你没有听到吗？它咕噜咕噜咕噜的哎、欸！哦，好有趣哦。好的。那我们接下来呢，要来进广告了。先进广告，待会回来应该就差不多了，我觉得。好，那我们就先进广告喽。也可以吃汉堡的。现在这个餐厅就是你可以看到外面有户外区，然后它有开那个暖气炉，墙上装饰都有很多的摇滚乐团。它应该算新开的吧，因为它是两年前才开的餐厅。对，可是评价还蛮好的。那你看到小编今天超饿的，因为早餐到现在都还没吃饭，所以我要吃两个汉堡。没有啦，开玩笑，我们摄影师的啦。这汉堡呢分量超大，所以小编要来开动咯。回来，我们呢刚刚煮了火锅，在近代我们火锅还在煮的部分呢，现在要先来看一下我们今日投票的结果了，好吗？那今天的投票呢，有 60% 的读者观众是赞成关闭美国美墨边界的，那有 40% 是不赞成的。那我相信可能有一些朋友现在才进来，所以可能不是很确定我们今天投票是在投什么。那我大概跟大家讲一下我们为什么会有这个议题，好吗？因为呢，其实这个在中美洲呢，最近有一些难民，就是他们可能有几千人这样子，然后就是从中南美洲经过美墨的边界，然后来到美国，希望可以寻求庇护这样子，然后要求这个难民的身份。可是呢，我们的总统先生似乎有说要关闭美墨边界这样。那基本上它好处跟坏处，就是好处就是可能可以阻挡一些非法的进入啊，或者是诸如此类的。然后呢坏处也不算坏处，因为它是关闭美墨边界，等于是说一些合法一直以来都是合法来往的贸易，就管叫什么，包括金融类的贸易来往都会因此而终止，因为它就是可能有一些贸易，他们就是从陆地上这样子运输啊，这样子过来。然后据显示呢，如果真的全面的关闭的话呢，有可能是会损失超过数十亿美元的，而且呢，其中还有1300多亿美元是来自于食品的进口，因为大家知道，就是食品的进口，可能有时候我们是从墨西哥输入一些，可能是水果啊，或是一些食品等等，对，是它会从陆地上面
过来的，所以如果说全面关闭这个美墨边境的话，基本上也是会损失一些在这经贸上面、经济上面的效益这样子。那基本上呢，现在哦，他写说呢，从美国南部上次他们过来以后，就是会经过这个 San Diego 以及德州的南部，人民生计可能也会受冲击，因为可能他们从墨西哥过来，首先遇到就是可能像加州，还有像德州的南部这样子。对，也许他们评估啦，评估如果真的全面关闭的话呢，可能会影响500多万人的饭碗，所以呢，这个刚刚是投赞成以及不赞成的朋友好不好，就分享一下这个新知让大家知道。我自己是觉得不用到全面关闭吧，因为呢其实真的是有很多这种边境的贸易是从陆地上，不一定是从就是坐船过来这样，所以他们统计会损失数十亿美元，我觉得应该是会对某些居民造成影响的。好的，我们的投票结束了，我们来，现在镜头上有看到有个东西在冒烟吗？啊，没有错，就是我的火锅在冒烟。所以我们现在要来看一下我的火锅里面是怎么样。然后我来看一下大家还有留言，刚刚 Cherry 说要去哪里买，这个可以在网路上买到，你就打懒人火锅或者是华人超市应该也都有。所以我们现在打开了吗？你看它冒烟冒成这样，哎，我们现在过几分钟啦，大概7分钟左右吗？7分钟，但是因为我刚刚加热水，所以我觉得应该可以打开看看好吗？哦，好紧张哦，但是真的很香，我们现在这个直播室里面弥漫着鸭肉的香味，但是很烫，真的蛮烫的。来，我们打开看一下哦，啊，真的很烫哎，真的很烫。我用这个开，我用卫生纸稍微捏住一下。Oh my god， 我真的打不开，惨了。烫。好烫，很烫。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因为主播打不开。哎，这真的很烫哦！等一下，我再拿一张好垫着一下。哎，大家如果在家里自己吃的话，大家在家里自己吃要小心一点，好吗？大家，来，我们来帮你好了。真的很烫哦。那你先跟观众聊个天，我们来帮你打。好，那我跟大家聊个天好了。冒烟很真实，对呀、啊。这镜头上看起来好像这边在不知道在烧什么东西，是真的很烫哎！等一下，它真的很烫哦，大家要可以吗？可以吗？哦，有了！哇，我们工作小帮手，我们小帮手是铁手，手是铁打的，抗热。How much？ 我们有观众问这一碗 How much 大概多少钱？好像6块钱。6块，差不多6块。6块，其实跟一般的那个泡面的价格好像差不多，但是它里面是真正的肉哦，来，真材实料。哇，真的很香哎！我看一下，我现在镜头有 take 到吗？有吧？有 take 到。好，看一下。而且它真的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收音听不听得到，但是它真的下面就是在咕噜咕噜咕噜的在冒烟。好，那主播要来吃了，我现在移出我们特写的这个画面，然后要用这一集是不是？对。好的，看起来似乎是很，可是它真的很烫，你们有看到吗？等一下我把它移过来，不然它的烟一直冲到我的脸。先吃一口萝卜好了，因为萝卜基本上是熟的，只是把它加热而已。我来试试看够不够热。它的萝卜呢是熟的，但是不是非常非常软烂的那种，就是还是有一点脆脆的感觉，还不错。小心烫，对啊，真的很烫。它的烟还在冒，我们镜头应该看得到吧？对啊，很明显。味道的话是好吃的味道，就是有一点偏咸，口味蛮重的。可是我真的觉得这个很适合，就是你如果一个人真的在家，然后晚上不想出门，或者是上班族今天就是没有时间出去买东西吃什么的，很快耶！刚刚这样子大概 like
10分钟不到吗？十分钟不到就可以吃了。我看一下粉丝有没有熟。哇，你们看这个粉丝，有看到粉丝吗？嗯，不错，非常好。哦，我看一下，好吃啊！有没有人要吃一口的？还有鸭肉哎，我看一下鸭肉。哦，而且它的鸭肉包里面有姜哎，有姜，所以其实还算是蛮齐全的。等一下，鸭肉在哪里啊？我看一下哦，这是鸭肉吗？好像是萝卜。哦，这个这里。鸭肉在这里，而且这真的很烫哦，它是一直持续的，还在边边这边都是烟，大家有看到吗？对，这是鸭肉，我试试看鸭肉。嗯，您的意思是？您的意思是好像吃到一块鸭皮，就都是脂肪的感觉，没有吃到肉。而且我觉得这应该其实是可以。这个啊，你应该其实自己是可以丢一些蔬菜进去，就可能切的比较小块，然后碎一点，因为它真的是菜类、叶菜类都比较快熟嘛，而且又加上它这个下面的发热包是一直在加热，所以你如果是可以放一些青菜类的，就是青菜就很快，你就不用这边等，就直接丢进去这样。啊，我觉得不错，大家有觉得有点心动吗？赶快哦，心动不如马上行动哦，今天是酸的还是辣的？嗯，因为我本人对酸的耐受度非常的高，所以我觉得是可以忍受的酸，然后不会像一些像酸菜牛肉锅那种就是真的很酸，或者酸菜羊肉之类的，这个的酸就是可以接受的酸，有点像酸辣汤的酸啊，就酸辣汤的酸度也不会到太酸这样。那辣的部分呢，虽然说它这个上面是有浮薄薄一层辣油，可是我觉得也算是可以接受，算是微辣嘛，算是微辣的。我看一下哦，鸭肉是北京烤鸭吗？好像不是北京烤鸭哎，它是老鸭，它上面是写它是老鸭，所以可不是烤的，不是烤的，不是烤的，它就是一个给我们看好的，我来看一下哈，因为它的肉都比较偏小块一点，所以我找一个比较明显的给大家看，它的肉真的蛮小块，大部分都是萝卜，哦，这么小，观众看不看得到？我看一下哦，我再捞一块大块的，好好好，有吗？哦，它的鸭肉都是有带皮的鸭肉哦，所以其实还蛮算是有点偏油啦，可是是好吃的，就不会让你觉得过度油腻，但是它的基本上所有的鸭肉旁边都是有带皮的。就还不错这样子，而且鸭肉真的是入口即化哎，鸭肉好嫩哦，鸭肉是入口即化的类型。然后呢，萝卜的部分就是有一点微微的脆度，不是非常软烂的那种。当然，因为我们刚刚只有泡7分钟，所以可能焖的时间还不够久。所以如果大家你们自己吃的话，就可以。准备要午休的时候啊，或者是可以先去上个厕所等等的再回来吃，好吗？那就谢谢大家今天跟我们这个一起参与我们今天的新闻酱报，以及这个看菲菲吃火锅，吃火锅，没错啊，还没有吃午餐的朋友赶快去吃好不好？然后如果觉得看了这个很心动的话，赶快先买个几碗，好，中午午休或者是一个人在家的时候也可以吃的。那就谢谢大家参与我们今天的新闻酱报，我们就明天见喽，大家拜拜。